好啦，欢迎收听逢星期四晚动漫新闻电台 at Radio Dada 时段嘅今日煲新番。我哋收听嘅方法咧就可以登上我哋嘅网站 www.acrubbish.org， 而收听直播嘅时段，收听直播嘅话就可以上呢个 Radio Dada.hk 嘅网页。如果可以想同我哋透过 MSN 去吹水嘅话咧，就可以 at 我哋嘅 MSN。acrubbish.radio@gmail.com 或者呢个 M 群 group 275180@msn.cn 嘅，交俾两位主持。好啦，我杰特，看下看下啊！你照计我报道，今个礼拜系好 Q 冻，其实我系唔开上嚟开麦，冻到咁嘅样。OK 啊，冇你喺巴度咁。唔系风雨不改嘅咩？你放假都要等日本新年嗰两个礼拜先啦。唔系放假系冇办法，因为日本因为新翻放假，咁我哋冇嘢好讲啊嘛。依个系焗住，系好典型嘅焗住冇焗住放假。差唔多啦，即系所以又话。不过今个礼拜啲新翻几正。开始收尾，因为你日本圣诞节同埋最后嗰两个礼拜都唔关收唔收嘅事。唔系开始结束啦，差唔多。主要系因为今个礼拜啲花旗香菜好劲啲香菜好好。系啊，就系成个礼拜都俾呢、這个。香菜用呢、這个用呢个软叶智慧嘅十七分割不停萌杀，完又萌杀咯。咁点都好过佢今个礼拜同你话，佢好过成个礼拜风期开生嘅，都冇所谓嘅，主要不过系咯，好吸力咯。佢因为即系花落香菜负责嗰啲片咧，唔知点解咧，今个礼拜全部都好担气咯，全部都孭到重飞，孭晒重飞咯，同埋真系。今个礼拜除咗文学少女的图书馆战争之所知的世界。仲有边套啊？可以记啦，当然啦。可以记啦，其实可以记完嚟讲系下下真系顾住当戏。跟住黑猫有呢个买着呢朵服啦，同埋佢呢个声演呢个妹，即系轻控嘅漫画，即系一路讲解啲个妹妹点样问阿哥底裤嗰啲啊。跟住仲有陀拉布鲁啦，陀拉布鲁讲阿美金就为咗看住阿哥张床嘅，上咗佢阿哥张床度瞓觉啦。跟住俾呢个迷迷糊糊嘅泥豆就无手无脚啦。喂，呢套嘢，喂呢套嘢唔正，会俾人禁嘅呢套嘢。正九个月之后呢套嘢就唔存在嘅。啱啦，所以佢而家《Tora Blue Darkness》咪禁。唔紧要，下年四月我有银魂。我有位大红猩猩去帮我哋顶住。旧年即系呢段剧情漫画出嗰阵，啲友仔都喺度话呢个湿吹放大绝噶啦。咁而家动画版都出埋啦，下个礼拜大结局啦，以后冇套 Love 嚟睇噶，跟住飞跃，大家都飞跃噶啦。嗱，讲完啲即系因为好正，咪讲完啲废话啦，因为嗰啲时事新闻我有机会再讲，因为虽然有人唔想讲，不过算啦。即系睇到我系咁拍到张台烂咁滞啊，好开心睇啦。我冇睇嗱，出包超有趣，我冇睇到啦，因为我唔系套方。咁头先讲跟住黑猫有睇嘅黑猫，虽然我咧我欣赏中村由一演技，神之嗰两句，神之巴卡同阿柯啦，系啦，虽然有啲人话谂住做零星添，好夸张，啱咯啱咯，仲有个 Nissan， 即系黑猫个 Nissan 都应该做零星噶，即系帮呢个日产卖广告。好在我唔系花泽控啫，唔系你得。嗱，咁下年一月就轮到伦敦控啦，我死噶啦。哦，下年都有花泽嘅。咪咁有一樣就下年好想先死你樣，就係就我啲能登控開始開發咗。唔緊要，我都有能登病嘅，不過暫時俾另一種病毒 suppress 咗咯。嗱，好啦，講完啲講笑廢話，好，今頭先講過啦，今個禮拜就差唔多啲翻到結，差唔多結束嘅，開始結束噶啦。嗱，好頭先講啦，神之所知世界啦，就結入就俾人惡搞成為文學少女，再加埋圖書館戰爭啦。咁今日完結咗啊，翻香菜嗰部分噶啦。咁無意外下集應該再嗰啲叫咩後回 up 啲咁嘅簡單 kick 卡嘢，咁啊跳等三個月就下一季噶啦。即系一个月，而家因为呢个花泽嘅关系，佢呢个收视已经升翻到0.7。咁我一冇办法，头先东山老院始终太冇名气，新人啊嘛。嗱，咁呢套七完咗啦。其实呢套都可以讲，不过压后下个礼拜先，下个礼拜先再讲啦。呢套一下个礼拜差唔多完埋噶啦，呢套都。咁讲咗啲完咗先啦。嗱，暂时真正完咗嘅就系搏命鬼啊，搏英鬼就便当鬼搏英鬼。逼血六路叫做冇所谓啦，是但啦。总之就博英鬼就自己死晒啦，20集嘅，因为佢其实有少短嘅，因为一般嚟讲咧24集啊22集，但佢得20集嘅啫。嗱，头嗰13集就系京都，就系、是、京都篇，就系阿千行入新选组去悼念福建之战，
而最后嗰七集就系跟住新选组由江湖鸟羽服鸟羽服甲阳鸟羽服见。咁佢今季得几多集？七集咋？七系啊，好短噶。仲惨过下年三姊妹得。因为唔知七集定八集咧，因为我就亦中咗二十集，全部加埋二十集定廿一集嘅大镬。即系有时我下手就冇资料拆废抄啦。咁就最后啊，去到打五棱角嘅。咁好有趣，就有啲喺网友，即系喺网上面睇，啲台湾网友睇到就话，最后结果冇死晒，跟住我就即刻吐槽就系、是，乜嘢结果可能唔死晒咩？当你走草方线嗰时候，预咗系冚家富贵噶啦，都唔重要啦。呢套都预咗啲便当系派到清，但应该话系原作里喺游戏里面有，应该话历史上面咧有几个系冇攞便当，系可以 happy ending， 即系可以叫人妻千学人妻 ending 嗰几个咧，由于。制作组走土方线，咁好噶，咁嗱，永昌退咗场啦，斋藤退咗场啦，原田嘅生死不明嘅原作都系，咁又退埋场啦，结果可以唔死或者迟迟唔死嘅都退晒场，结果首先喺上一集最后死咗山崎精，死咗井上元三郎，跟住喺江户就死咗首先江户好似系江户系死近藤勇，然后喺。与福建就跟杨跟原田再之后罗永昌新八就退场离开离咗啫，佢咪退死。然后喺与福建就差人一退场，喺仙台就山南敬藏近藤明用另一个佢其实应该一早就领咗便当，最后去到五棱角就土方，即系都有啲角色系命硬嘅，系唔系系拖后咗死啫。因为山南敬座同埋藤堂平座就本来应该喺即系历史上面佢喺京都年代就死咗噶啦，但佢就拖到去咁有啲係即係自己退咗出，嗰啲係本来唔使死㗎嘛，唔使死嘅就都係冇死到，咪退场算啦，係呀，唔影佢哋啦，跟住去到最后、okay. 好方就去五棱角，初初叫千鹤留喺仙台嘅，后来仙就嚟阿土方，即係一来佢嗰啲收羅薩病发啦，同埋一女成狂算唔算係，结果阿千鹤顶唔，结果大鸟贵介又叫阿千鹤去探夫慰夫啊，最后就同风间千景即系另一个鬼族就决斗，打呢风间千景而死咗。系呢套作品，其实如果你真系呢套系你睇男声优早干嘅，因为差唔多个男声优都使咗十八般武艺咁嚟噶啦。首先唔使讲，首先讲第一次三木真一郎啦。佢嘅演出就冇嘢讲嘅，但系我讲笑就系、是，最证实到声优界第一死亡 fan 边个？假如桑都发战三木真一郎走埋一齐，边个会死先咧？呢个解释咗啦，三木系会死先嘅。然后就系飞檐展男，即系其实大家成日谂佢变态医生啦，冇变态医生啦。其实阿飞檐展男佢演出真系好嘅，呢度佢睇出佢同阿吉野裕行系一流嘅，喺嗰场临死戏梗系特别叻嘅。然后就由佐浩二做完田佐之助嗰场戏。几场戏真系感动到人嘅，即系难得一套系叫做你睇男声优咧，系俾佢好多发挥机会，系俾佢死嘅发挥啊嘛，系啊，佢一定有发挥噶，死未必噶，有人死死，有人死咗，有人死咗头期噶，同埋你系无料到嘅发挥都冇用噶。即系呢班 cast 都系咩嘅，都系出道咗好多年嘅，唔系个个实力派噶啦，都唔止系实力派啦，真系出道咗好多年咯。你唔会见系啲公嘢啊，最幼嗰个都算系吉野裕行噶，佢已经出咗十年以上啦。吉野裕行我数下啦，三木就二十年啦，飞田展入廿几年，廿几年啦，吉野裕行十几年，我唔好记得啊，真系一嗰个系边个？嗰个比较后生啲嘅，相对啊。跟住死咗死叫大猩猩近藤勇，就唔记得咗佢配唔出佢名。总之就配因为讲人名，唔系我啱是但讲人名啦。近藤勇声优啊，得唔出得啦，近藤勇声优啦。勇哥都出咗十几年嘅，然后原田，然后就由咗浩二，又系出到即系话新嗰部长太郎。都是一些叫做出道真的二十年以上的，很难得一套戏是个个都出道二十年以上，而且是每一个即是叫做任何单任何角色都掂的声优，再加上男，再加上桑岛法子，差不多叫最豪华的，今季最豪华声优阵容的了，因为女声优意外地今季没什么叫做豪华女声优阵，那男声优阵都啃了他先。那我就很满意的，因为我又没有要求，因为我叫做什么主题啊，要讲故事纯粹就是一
睇星洲，二睇我对双方发字啦。咁女性观众中意睇男星洲啦。咁阿土方又真系佢第二季一出场嗰脱军装服系帅到连我都觉得哇，你使唔使咁型啊？阿土方嗰时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嘅，绝对叫做你中意睇靓仔睇型得冇问题噶啦，收货噶啦。好啊，呢啲剧本又够狗血，又够死人多。啊，呢个啱嘅，啲死得人多啱嘅。不过即系睇仔啊难啲咯，对我嚟讲。我又觉得呢套得嘅，系冇问题嘅。即系我系几满意呢套作品。即系尤其是作为一个双岛控，难得佢有咁多俾佢嘅发挥机会，佢又表现得好，咁样乜傻？佢使唔使死啫？唔使死嘅。哦。所以佢就系死剩桑岛啊，死剩桑岛啊，佢只系桑岛死剩咯，连佢、okay. 连桑岛个连阿连村学个孖生弟弟都死埋咯，系一门香晒。我除咗个不知火，即系冇死不诶，行到边死到边啦，系啊，超级命夫嚟噶。咁唔同彩云阁嘅彩云阁就全部冇死到嘅，全部死晒呢镬，一镬香晒。好啦，讲完呢套就系另一套啦，呢套就多就系、是、算唔算连番咧？嗱，分两就半，分两就半年翻，廿六集，分两就四集咯，分两就廿四集，半年翻，但系时间一年翻嘅，刀鱼一个月一集，系啊，西美维生嘅刀鱼，五十分钟，咁咪当佢一，即系如果你除开佢，咪就一个月两集，咁播咗一年咯。嗱，西美维生近排两套作品嘅啫，一套就系法物语，一套就刀鱼，系唯一动画化呢两套啦，唯二，咁即系唯二啦。系啊，比起讲，其实相对化物语嗰啲真系几轻小说式嘅架构嚟讲，都预期几正统怪故仔嚟噶。一个故仔系好完整嘅，起承转合啦、角色啦、桥段啦、主线系好完整嘅。同埋你严格嚟讲，其实你唔觉得话轻小说嗰种真系纯粹卖故仔、卖角色啊、卖啲好小段，反而就系一个好重一个主题，一开头由头带到尾，就系十二把变形刀、二变刀啊，打完然后解开四季期点解做呢十二把刀嘅真相？结果打完就收工，即系个古仔系起承转合，有主线有脉络，男女主角应该铺排嘅潮汰，好难得噶。呢个年代改编小说咧，系会有一套咁正常、咁正，即系好传统式嘅风格啊。据知就有 cut 片，即系有 cut 剧情嘅，咁但系佢都有脉络咯，因为佢十二把刀十二集咁都分得好清楚。虽然系以一个 trim 到 trim 到，即系每一段剧情都系五十分钟，塞到一集咁咯。虽然由于佢咁硬塞落去，结果出现咗咩咧？就系、是、有一打到虽然话系一套武士片，但系打到虚到无伦，嘅八成嘅打到系好虚嘅。例如最搞笑咯，咪就系正白兵咁样，佢真系完全冇咗打斗。嗰个应该系原作已经系咁玩嘅，因为佢系主要系铺啊边个强大啊嘛。阿家姐阿七十个强大嘛，所以跟住阿家姐，嗰个系玩嘅，即系有系桥嚟嘅。但问题就系呢套作品其实真系要批评，即系我批评啦，就系讲个批评先，就系佢嘅打斗其实系几虚。嗱，除咗最后一集，最后一集同左右卫门打嗰场真系好睇，因为原作咧其实系一击必杀，就两次收工。但系如果咁嘅话，最后一场都冇啲似人样嘅打斗咧，系大家唔收货，所以佢变咗就阿右卫门嗰把枪变咗无限子弹，狂扫。就有咗，唔止嘅，佢嗰度其实系一路铺上去噶嘛，即系好似死亡游戏啊，系啊，即系好似死亡游戏啊，咁上十二层塔一路铺到最高潮噶嘛，嗰度系咯，佢哋打啲就会好多时都系用啲即系龙珠式咧，或者春丽啊，或者伊康打啲拜腿对拜裂拳系咁。就是很多残障的拳咯，嚟去 hea 咗佢咯。其实真系 hea 嘅，好老实。好多时都会见到嘅，同埋即系真系最强之战啊，姐弟嗰段啦。阿中意麻衣对住细佬嗰段，又系好多呢啲，好多呢啲系咯残障拳咯。嗱，真系要打其实得两场嘅啫，一场就系头先讲嘅最后战啦，一场就系姐弟决战啦。嗰两场打真系好睇嘅，同埋真系有个都已经系好弱噶啦，因为佢用咁多呢啲嚟 hea 咗佢。因为我唔期待佢兼用卡其实用到，同一样嘢就系我都冇乜期待过呢对组合会识拍一啲所谓叫武打片，因为武打片其实系好专门学问嚟噶，唔系话系识拍到噶。佢其实系兼用卡用得多咯，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嗰个咩七零八落啊，七零八落，同埋佢有一招系即系凌空转几个圈，然后一脚坐落嚟嗰个咧，又系即系每隔两集睇到一次咯，实有嗰招。都系咯，一时时啦，佢有啲打都 OK 嘅，
咁但係大部分都係比较颓囉。不过劇本方面，其实我觉得上江周成其实算係唔错。佢劇呢一本呢，即係睇咗几套呢，就係、是、如果原作劇本 hea 佢就 hea。但如果原作劇本好，其实佢都挺好，可以是叫做几忠实度表演到劇本最准。如果原作劇本是有料到的话，佢改编都有料到。如果原作劇本 hea 的话，佢当时他自己都觉得佢知唔知 hea 住咁写嘅，所以讲系可为佢可为呢个陋习嘅。今次佢写得挺好嘅，尤其是喺描写几个角色感情啊，同埋最后咧，佢做佢嘅气氛表现得好。我谂主要系还原度高咯，即系大家睇西美嗰啲都好清楚啦。是成集不停咁碎碎念斋 talking 咁斋 talking 得分钟嘅嗰种，你都系啦，好表现到啦，每一集都系不停咁两个人喺度讲十分钟之斋斋咁啦，系啦，好多废话，都几细味为生，即系嘴炮对决噶嘛，佢哋嘅原则就系、是、相比另一套就下集大结局，佢又唔系碎即系说教味重嘅，佢只不过系两个人斋 talking 咯。唔系，即系相比另一套又系冇事打斗嘅《百花缭乱》咧，依个《百花缭乱》打仲好睇，嗰下先至搞笑。即我觉得，虽然嗰套打斗系好龙珠式嗰种魔法打斗，但系起码嗰套打斗系相对讲好睇啲嘅。呢度好啲，斋讲打嘅话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讲都要好过《百花缭乱》哦，因为真系啲怪兽对决啊嘛。去到呢度都要，即系你可以睇到阿七十嗰种强系真系一种怪物式嘅强啊嘛。咁呢啲我真系会受啲咯。嗰两者例系算啦，即系嗱，唔系我几中意睇佢就系嗱，其中讲起就佢两者例啦。七翻去七十嗰一集，其实系玩咗好多所谓叫做特别效果嘅。咁哦，佢啲 RPG 啊，啲。横向动作，其实好简单，就是因为那集就太黑暗太血腥。如果你不用这种手法表现的话，基本上就是在美国是全部打是阿塞罗十八禁，真的18禁的。冇乜嘢啊，睇惯咗咯。但系问题就系、是，依系同埋一样就系、是，始终都系姐弟，唔系始终都系姐弟，姐弟相残啊嘛。系咯，所以佢用啲比较意识流或者姐弟恋人都系咁睇啦。系姐弟相残，系冇将啲变态喺度做。将我啲趣，即系将啲兴趣啊，即系嗰集系真系叫做，因为真系几残忍，同埋嗰集真系死得很多噶。因为以前其实阿七花打咧系唔系好死得，即系冇唔系真系叫做净系死一个，每就一个咯。但系嗰集系哇，大佬阿灭山跟住铲完成个山子系冇一生还，去到咁血腥嘅，即系嗰情况，如果真系将佢完全照拍嘅话咧，会有问题。事实上都唔系希望做呢套作品嘅风格，都唔系咁样玩。唔系、啊，你要表达佢。你金钱臭咩？系金钱臭咁急，先有咁变态心态，越血腥越猎奇，越开心嘅啫嘛。唔好忘记呢套系阿边个噶嘛？阿上港周成同埋阿建兴咩太郎啊？我唔好记得添。就系、是、呢两对会，呢对会补做嘛。呢对拍档其实唔系话玩血腥嘅，唔系佢要多嘢睇啊嘛，要够震撼啊嘛。阿荣、袁永兴太郎系咯。即系咯，呢度都 OK 嘅，即系佢个古仔铺排咁都几满意嘅。或者咁讲啦，阿竹袁永同埋上江周呢对组合咧，基本上属于叫做忠实完成型嘅。佢哋唔会话系太过去发挥嘢，或者系谂去将个剧，即系话将剧本揾一其一，即系佢唔似嚟嗱苍田英知嗰种喺剧本度揾一啲你揾唔到嘅白地方去发挥，亦都唔系话系改造乱或者翻译十分咁改到乱晒大龙。佢几水叫几忠实嘅，呢点我几欣赏嘅。即系对原作派嚟讲，你唔会太担心佢哋将你改剧本改到七零八落。但系咧，如果剧本唔掂嘅话咧，佢真系唔掂俾你睇嘅。你唔好期待佢会将啲剧本化腐朽为神奇。都算系啦，就系呢套啦，净系讲呢套啦。咁佢好多嘢，即系大家都 feel 到咯，细美人生嗰啲碎碎念风格。而且佢而家用一样，我几欣赏嘅。佢讲五十，即系佢每一集其实可以用廿分钟搞掂。但我几欣赏佢呢样嘢，就系另外嗰廿五分钟。相对嚟讲，其实佢啲碎碎念唔系好多，即系佢唔会俾佢唔系佢应该话佢多得嚟，唔会令佢烦厌，唔会出。因为其实唔系，因为其实咧，法物语咧啲碎碎念多系嗰啲太连续一大堆废，佢咧烦嘅感觉，同埋。
我有嘅喎、啊，唔係一樣就係、是、始終相對嚟講，比陳國浩少把聲音嚟講咧，係冇係阿細谷佳正同埋阿田村由香里咧係冇咁似意嘅。我有嘅喎、啊，我都覺得佢啲碎碎念真係多得好緊要、啊。但係佢似，但係真係可能真係依個係細谷佳正，我覺得佢得差啦。首先、啊、新人，但係係好新新人，係咧好差咯、啊。雖然唔係，但係田村把聲真係佢講廿分鐘我都會聽得好開心嘅。田村西風，同埋有一個要讚下嘅就係胡松耀。肉松，嗱佢同阿佢同否定佢否定机同埋阿托加咩嗰场，即系喺成喺大部分对决都会俾田村比下去咯，我自己觉得。但问题就系谂下，问题就系因为我觉得唔差嘅，其实佢同田村嗰场对我几好听嘅，佢两个其实有唔系话阿胡松好甩过田村，但问题就系我觉得唔系都差节嘅，听到嘅。但系依样嘢始终你嗰句咯，嗰个田村嚟噶，但系佢有一样嘢我欣赏佢就系、是。佢對田村佢冇話叫示弱或者嗰軟弱，即係有啲叫做咩係唔都係嘅，都有嘅。佢咁硬，你講嗰啲都有嘅，真係唔夠咯，真係輸一節咯，係咯，都聽到嘅。至於不過最好嗰個都唔係佢兩個咯，係小山力也咯。哇！對小山力也好愛嘅。小山力也喺最後臨死嗰下，佢即係嗰叫做咩？佢用丹田吐嗰幾下聲音出嚟咧，哇好嘢！小山真係小山力也。冇，依系真系 level 唔同，小山力也系明显你唔同级数。系咯，讲啲即系呢度有少少剧透啦，就系、是、阿女主角会死啦。咁佢死嗰段咧就即系唉，好新嘅真系。唔系啊，分钟咪讲咗十几分钟，即系好大铺，即系套租啊！好热啊！小山力也即系又系门左卫门都话俾你讲几句遗言，讲几句都系几句啊？点知几句啊？系几廿句？系啊，十分钟嘅话咧，唔好话你大佬做足脚做手术救翻佢噶啦。系啊，真系我都有咁嘅感觉。系我觉得唔系，应该系人医已经救咗啦。唔系应该系你而家送。你而家讲，你而家讲佢唔使而家，净系人医一个人医搞掂啦。即系我心谂，嗰即系你咁长分钟，即系大佬唔系系咯，即系一半半嗰度。阿田村就会有即系好即系好丰富感情啦。咁唉就嚟死啦，唉。但系好多事嘢想讲，应该话系阿就嚟就嚟死又死，但系。但系我做咗就系、是、你真系唔多次把声，你把声似唔多次想死啊！我有啲把声好，我好精神嘅嘢噶，系你真系死，你真系就嚟死噶。我好成日觉得就系你把声好精神，一啲唔觉得就中气唔够就嚟死就嚟死咁样。阿、啊、姐，其实你好系你命硬，你假死呀、啊！点解咁就嚟死啊？点解咁鬼长气？讲成十分钟咁顶佢个肺，真系笑。我觉得系笑啊，嗰阵系长系叫做难得叫做。哎呀，我饮到我笑，因为真系长气。咁田村我觉得 OK 嘅，但系即系一变到系阿七花阿细川正细川佳正奸正开口，我觉得哇好难听啊！但系佢冇话，唔好讲嘢啊，唔该。冇办法，佢虽然话即系啲气又浮夸。咁一样嘢，你始终搞死。佢作为跟阿田阿麻衣麻衣大姐嘅另一个跟班，佢跟即系佢依个另一种麻衣同埋中文合作嘅作品啦。佢之前嗰套就系、是、跟田村啦，少女管家呢啲Lady Butter 嗰套咧，佢就跟住田中原同埋叔川城啦。佢但系你唔好要求阿細谷佳正可以好似江本信彦咁样啦。始终阿江本信彦属于几有才能嗰种人，但系其实我觉得以一个新人嚟讲算系咁啦。嗯，因为佢其实喺呢套好有睇射雕感觉嘅，即系射雕英雄传嘅，即系一个好聪明嘅女仔，跟住带咗个傻仔咁咯。一路去周围历险啊，咁当然个去到尾个结局好唔同啦。喂，最好嘢喎，最好尾即系头十一集佢都有好傻仔嗰个 feel 咯。咁去到最后即系要表达睇住啊个女主角死，咁佢完全做唔到咯。冇办法嘅，呢个系好高演技。都几你真系睇得太高，你唔好将阿中村由一嗰啲 level 攞嚟同阿细谷佳正比啦。而家中村由一好少做啲傻仔角色嘅，咪就系中村由一喺呢种感情崩溃嘅感情咧，佢一流噶。但系你问你唔好要求呢样嘢啦。我冇要求，但系呢个系但系都系唔收货咯。但系讲真啦，就做呢个做唔到啊，算啦。所以我对佢好宽容嘅，因为你新人，同埋你真系出咗两三年。总之系咯，去到即系睇咗十一集啦，个女主角睇即系去到第大结局嗰集，个女主角要死系，最搞嘢好唔感动咯。最大结局就系讲咗十 Q 几分钟，佢竟然仲有成三，仲有成十二个新角色出现。其不过由于系佢一场即死嗰啲，所以除咗一个唔使死嘅，系啊，嗰叫早见沙织，嗰个叫明咩？所以嗰个咩工厂？但系总之就几样就系。早完杀只，高受欢迎咯、啊。系啊，因为佢唔使死，大佬要系喂谂下，同埋佢揸个把刀系特别咩噶嘛，特别颓噶嘛，神刀。港桥梁又死埋啦，跟住其一智险龙又死埋啦，呢套嘢系真系变装，佢派变装派到不留情噶、啊。最不过最搞嘅就系、是。
最後阿七花，雖然我唔介意用 Cherry 喎，但係問題就係你嗰支好似斷，你嗰支係斷通光牙劍嚟㗎。你成個城樓俾劈開咗，定係斬爛刀咧？哦，咁佢要令到呢個 Cherry 喺呢個全日本流行，咁梗係要真係震撼啲。你以為 Cherry 係斬爛刀啊，大佬？成個城樓俾劈開咗，我知係誇張，但係唔使去到咁盡咧。咁算啦，係咯，同埋去到最尾真係哇，換妻派對嚟噶。唔係換妻派對，係一個係換妻派對喎。應該話一個死咗男人，一個死咗女人，咁咪一齊咗種咯。但係仲死咗咪換死咗嗰、那個死咗喺下低換咯。咁黐線，梗係啦。你思想太糟糕，有冇同我講嘢？喂，係咁嘅喎，真係。好，講一套啊，就仲有可以仲有幾分鐘講埋講一套啦。咁就係呢排即係有一套四集嘅 OVA 啦，咁就號稱呢個阿莉亞班底再集結啦，即係水星領航員嘅動畫版再集結啦。未來幾？啊，未開未啊叫 OAD 啦，梗唔係啦，講笑啫。就係呢、這個。佢日文叫太古探啊，咁中文有啲会译做玉响啦，有啲会译做幸福光斑啦。咁佢系咯，即系叫得做 Aria 嘅继承作啦。咁梗系玩治愈 feel 噶啦，真系。咁佢监督就佐藤信一啦，即系之前炒过一套呢个海物语系啊，唔系海物语系你闹寿美菜子啦，系纯粹系有唔系海物语系睇错片咯，所以我以为佢系一套治愈片，点知原来系一套魔法少女咯，再加埋寿美菜子极度唔掂。咁系啦，跟住编剧就吉田玲子啦，佢啲嘢其实应该唔差噶，系啊，所以阿玲子大姐，所以呢套系咯。即係啲主要班底都係 Aria 嗰度啦，咁仲有翻阿葉月、古莉娜啊、阿大原沙拉卡呢啲中堅下串啊，同埋第一次睇啦，阿瑞芳惠美配阿媽角色，哇，係啊，好難得啊！瑞芳大姐會肯出阿媽角色，係啊，不過個女主角係你最唔中意嘅竹立彩奈啊。算吧啦，唔係我唔鍾意，咪好多人都唔鍾意，不算啦，唔係啦 ,ok 嘅。咁佢古仔主要係即係治愈 feel 啦，咁就講竹立彩奈啦，澤道峰啊，咁佢就個爸爸死咗啦，咁佢哋成家就搬咗去佢爸爸最鍾意個城鎮嗰度啦。佢係咩嘅？即係真實城鎮嚟嘅，佢係港島縣嘅竹園市啦。咁就主要都係講返即係佢哋細個嗰陣影嗰幅相咁樣啦，咁嗰幅相就即係佢叫太陽探媽啦，就係即係佢影相呢就會有啲光斑咁樣呢，咁即係佢哋就認為呢啲光斑呢就好有呢、這個溫暖治愈嘅感覺啦，因為耀光效果係呀，耀光效果 exactly 啦，佢即係好有呢、這個即係溫暖嘅感覺啦，就好想搵返佢即係拍呢張相嘅場所囉。咁主要呢四集都係講呢樣嘢囉。同埋阿澤道峰即係個成長成為呢、這個即係專業攝影師嘅決心咁啦。咁都係啦，好 warm 嘅圖片。同埋我覺得即係又落返 Aria 嚟講啦，咁 Aria 我覺得佢治愈歸治愈，佢有一個好重大嘅缺陷，就係即係水星係始終係一個虛構嘅地方囉。咁佢呢度就即係用返一個真實日本嘅場景俾你啦。同埋佢講嗰樣嘢就我覺得幾有意境囉，即係佢嗰啲光源效果啲幸福嘅太陽探啊，明明係影出失誤都可以有效果嘅。咁你睇下你用咩，即係影咩相影到有嗰啲效果嘛？咁你影啲家庭相嘅，咁咪好亂粒粒咯。即係係啦，睇 Colorado 你都會成日都有啲光點周圍飛嚟飛去㗎啦。咁都好有嗰種亂粒粒嘅意境嘅，真係係㗎。咁我覺得。Aria 就同埋好多其他啲治愈片都係囉，即係向陽啊 K-On 嗰啲都係啦，佢係會好講到啲生活情趣嘅嘢，但係佢就冇嗰種物哀同埋意趣嘅感覺囉。佢呢套就真係幾俾到呢樣感覺大家啦，因為佢真係好有一個代表性嘅象徵物啦，佢嗰啲光雲即係光斑睇到他媽。咁就用呢個睇到他媽嚟代表住，即係好溫暖、好有人心嗰種意境同意趣囉。咁呢個真係我覺得
即系以治愈片嚟讲，可能佢得四集系短咗少少啦，但系叫做简而精咯。不过呢啲片唔太长，就会我觉得就唔够治愈噶啦，太长就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咁佢可能即系因为佢想讲嘅嘢比较少啦，主要都系。是照住张相嚟揾佢个即係回忆嘅场所啦，咁就唔玩得太过长嘅，咁所以佢都係即係嗰两三集都即係四集啦，都係首先讲下人物啦，讲下阿子喵嘅想做摄影师呢个志向啊，跟住係啦用两集时间去揾场所咁囉，咁都几简单嘅。咁作为治愈片我都好得囉呢套。就是因为佢有好特别想讲嘅嘢囉，就同其他啲好纯粹嘅生活情趣唔同囉，即係有即係中国啲诗画啲嘢都会好讲意境囉，咁意趣囉，同埋咁日本就会好着重物哀呢一样嘢囉，咁我觉得佢两样嘢都兼顾到囉，即係物哀同埋呢个意趣，咁就同其他係有顯著嘅唔同囉。嗯，即係咁講啦，你話其實如果最精彩內容，我覺得真係叫治愈，即係唔好出啲應該係治愈，但唔係治愈嗰啲啦。咁你講就有啲即係成日長嘴套嘢就講，即係小品嘅作品就係咁治愈向囉，好純粹治愈向囉，就係佢反而冇嗰生活情趣呢啲嘢，佢係純粹講即係一個概念咁囉。咁我覺得即係佢同阿莉亞比就佢好睇過阿莉亞嘅，即係可能你未必鍾意佢阿莉亞分三季咁長啦，但係佢即係講嗰樣嘢係真實啲囉，即係阿爸去咗啊，咁想搵返佢回憶嘅場所，而嗰個場所即係一個日本嚟嘅，即係唔係話夾硬將個火星鋪曬水咁變咗威尼斯咁囉，即係嗰樣嘢冇咁虛構喎，即係唔係話作出嚟，而係即係真實實即係有個咁嘅實際嘅地方存在囉，咁佢意趣就會比較強烈啲囉，咁佢即係同阿莉亞比啦，始終阿莉亞有一樣嘢係超級屈嘅嘢，就係啲音樂啦，咁佢音樂方面就同阿莉亞比即係爭一決囉，但其他地方我都覺得比阿莉亞好好多嘅，係啦，系诶，咁顺便讲下，有冇听未来日记啊？未来日记 O A D 系啊，迟啲啊，因为我系冇乜兴趣，因为呢套嘢原作已经我唔感兴趣，动 O A D 我亦都唔多打算去想睇。我会睇嘅，不过未睇啫，主要佢系啦，都 OK 嘅未来日记，系啊，好忙啊。不过慢慢，不过佢可能佢即系啲剧情太早铺晒出嚟咯，系啊，去到而家啲剧情好拖咯。唔係呢套嘢本來就係呢套叫做咩？你個編劇如果唔掂就係垃圾啊嘛，掂咪天才唔掂就垃圾嗰種嚟啊嘛。我 OK 嘅《妙麗記》係啦 ，OK 啦，咁大致都差唔多係啦。下個禮拜有啲新嘢講啦，下個禮拜應該就係啲花都開始收佢收個皮都收得七七八八㗎啦。下禮拜應該可以講下涼宮嘅，差唔多啦。涼宮啦，跟住就係、是、誒，追睇咗啦嚇，佢今個禮拜出碟啊嘛。哦，頂你個肺，好唔緊要。OK， 好啦，下个咪就梁公春日的消失，咁我消咗完梁公春消失就我就可以消失，我哋就轮到我消失㗎啦。好，今日到此为止，大家系慢慢系挨冻啦，好，拜拜。